来来来来，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今天这场比赛我来主持，太君，开始吧。来，太君，好。 昨天交往李师傅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哎，岁数不饶人呐。哎，老罗，那水车修的怎么样了？今天就能修好。我宣布，交往比赛现在开始。中方枪手，杀！有杀的没有？ 上太君就赢了。
先生，请报下你的名字。杨家将。这花脸也是，为什么是杨家将？就我个金毛，稀土那稀的呢。给一下，给一下，给一下大哟。主子，这不是卖锅盔那小子吗？原来是这小子呀！干啥去？告诉队长呀，抓住这小子，给你留上。你他妈猪脑子！是不是中国人？找看，找。到对手了，这就是咱老杨家的村子。杨队长，我的人全在这儿了。紧搜这儿。
梁队长，有你想要的人吗？队长，屋里没人。就这些了吗？就这些了。我说的是那个大花脸。大花脸？我这个个都能唱花脸。如果那个大花脸真是你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你们。